以马内利神同在。 Remnant 们，大家好，一周当中每天都做了应许的告白吧。礼拜前我们先去现场看看吧。모든영광을하나님께돌립니다알렐루야237나라살리는복음엘리트박서하하나님아버지감사합니다오늘도에스더같은믿음을주세요예수그리스도이름으로기도합니다아멘하나님나혼자다저도에스더처럼언약붙잡고기도할수있는랩몬트가되게해주세요나를237살리라고하나님이부르셨어요뿅이미나를생각하시고보내셨어요237히어로살릴랩몬트될래요뿅뿅랩몬트로불러주셔서감사합니다하나님의언약을가질수있게해주세요接下来宣布本周攀登上了属灵顶峰的潇洒 Remnant。하나님아버지저의아버지가되셔서고맙습니다전세계에복음을전하는로빈이되게해주세요237나라그루턱이되게해주세요예수그리스도이름으로기도합니다아멘可爱的鲁宾在中国也在潇洒地享受属灵顶峰呢，每天每天向着阿爸父神祷告赞美，留下作品的模样实在是太棒了，真为这样的鲁宾感到自豪。今天的祷告也太蒙恩了，再来宣布一遍，
今天的 Top Runner 就是新罗宾 Runner。 哇，罗宾娜，恭喜恭喜。礼拜结束后，我们也会把 Top Runner 的礼物送到中国，送给我们的 Top Runner 罗宾的。我们也和罗宾一样，无论在哪里都没关系。无论我们现在在哪里，神都与我们同在。愿望通过今天的礼拜，我们大家都能够得到神所赐的属灵新力量。我们的 Remnant 们，今天也礼拜得胜哦。来，现在请全体起立，大家都站起来，向我们的阿爸父神献上赞美。现在我们用拥有梦想的你这首赞美来开始今天的礼拜。一起来赞美在我们里面做工的圣三位的神。圣父神在创世之前创造了我，创造为这世界独一无二的人。圣子耶稣爱我，用生命拯救了我，十字架的宝血流成河。圣灵神时刻与我同在，不会给我战胜世界的力量，我是超越这时代领先的，我是正
抛默想歌词的意思来赞美神吧。在我里面做工的圣三位的神，现在献上我们的全身心来赞美吧。圣父神在创世之前创造了我，创造为这世界独一无二的人，圣子耶稣爱我用生命拯救了我，十字架的宝血流成河，生命神时刻与我同在，不会离开，赐给我战胜世界的力量，我是超越这世的离线的，我是征服世界的瑞玛。现在一起同声来告白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接下来有请金希中老师为今天的礼拜代祷。다함께기도드리겠습니다。我们一起来祷告。하나님감사합니다。神呐、啊、谢谢你，你永远与我们同在，并且呼召我们为恢复了神形象的 remnant。谢谢你，我们现在做礼拜的这一刻，愿望从上面降下来的宝座的祝福，超越时空的圣灵做工，以及237个国家之光的祝福，能够在所有 remnant 父母们还有老师们的现场之上做工，让我们作为只做唯独福音、唯独祷告、唯独传道运动的以马内利教会的 remnant 们而成长，让我们持定应许，站立为向着237个国家传讲唯独福音的主角吧。见证话语的金七泽牧师，求神赐他武力和加倍的圣灵充满，让神的话语能够在我们里面刻印扎根，成为体制，奉现在与我们同在的耶稣基督之名祷告，阿们。提前享受的尼西米。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尼希米记一章十一节。有人吗？这么晚了，真的很抱歉。有人在吗？哎呦，是谁呀？奶奶，您好。您白天去买衣服了吧？我就是那家店的店员。哦，是吗？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啊？是这样的，奶奶，您白天在我们这儿买了衣服，付完钱就离开了。我下班后整理的时候才发现，您多给了。现在我就把您多付的那部分钱过来退还给您。哎呦，这大晚上的，特地跑这么远过来，就为了把那几毛钱
退给我。很多人在钱上不老实，就连一点点小钱也贪心不已，面对小小的成功野心勃勃。正因为这样，才没法成为大人物。但是从小就很正直的人，就算是一分两分钱，他也不会去骗人。这个人的小名就是亚伯，亚伯。亚伯后来成为了为了国家工作的政治家。亚伯还有个别名，因为他工作认真，在钱财方面非常正直，从来不骗人，所以人们就叫他诚实的亚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个亚伯。这个小亚伯呢，后来就成了美国名垂青史的人物。很久很久以前，在美国可以随意买卖黑人奴隶。那时候的黑人在美国做奴隶，但是从小就向神祷告，常常朗读神的话语，热爱神话语的亚伯，他这样向神祷告了：神呐，神呐，您说过，在基督里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对吧？总有一天，我会让这些黑奴全部得自由的。各位，圣经中神的话语告诉我们，黑人们不是奴隶，他们在基督里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呐。要是我当选为总统的话，我会解放一切黑奴的，还他们自由。在那个年代，很多白人都认为黑人做奴隶是天经地义的，所以白人们都觉得亚伯肯定当不上总统。但结果怎么样了呢？虽然很多人说亚伯绝对当不了总统，但是持定神应许参选的亚伯最终成功当选为美国第16任总统。我曾向神发誓，一定会解放黑奴，还他们自由。就像神赐自由与白人一样，神也同样的将自由赐给了黑人。
我宣布，从今天这一刻起，所有的黑奴将永远获得自由。摆脱了奴隶生活的黑人，从全国各地涌过来，争先恐后的去见亚伯。谢谢你，真的太谢谢您了，让我们能够重获自由。各位，赐各位自由的不是我，而是神呐。我只不过是被神使用的工具而已。我们一起来将荣耀归于神吧。这个亚伯就是美国第16任总统，美国历史上最优秀的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林肯总统就算是成为了总统，也不忘时时向神祷告，他真的是个祷告的人。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特区里面最显眼的地方就有林肯纪念馆，这里24小时都向大众开放。前来访问的人们络绎不绝。神创造了人，不是就这样造的，而是将神的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将生命赐给了人。只有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只有人才有灵魂，所以人必须认识神。人只有与神同在才能活。但是，撒旦欺骗了人。怎么骗人的呢？没人能告诉我们这个事实。世界上任何书籍、任何宗教都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事实。只有神的话语、圣经之中才揭示了这个事实。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就这样，人违背了与神之间的约定，离开了神。所有的问题就从这里开始了。这就称为原罪，原罪。约翰福音8:44里面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魔鬼。离开神的人被魔鬼抓住，成为了魔鬼的儿女。奴隶的生活赚了很多钱，也成功了。但是离开了神的人，就算拥有了这一切，也不会幸福，没有真正的幸福。结果最终只能走向灭亡。因此，为了解决这个可怕的问题，
神为我们打开了救恩之路。神将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差遣到这地。女人的后裔咬伤蛇的头。耶稣基督来到这里，除灭了撒旦的权柄。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我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被黑暗与灾殃遮盖的237个国家的人们，他们过来后能受福音训练的圣殿。全世界生病的人太多太多了，而且越来越多。医生们也治不好，政治家们也不能治愈他们，唯有福音才能够完全治愈他们，叫人们得治愈的圣殿。我们 Remnant 们要用神所赐的力量救活这世界。我们 Remnant 们能够刻一下福音，能够成长为属灵顶峰的地方，享受这惊人应允的圣殿。我们一起来为建造圣殿祷告吧。圣经中真的有为了建造圣殿而恳切祷告的人，这个人就是尼西米。尼西米是被抓为俘虏的犹大人。有一天，尼西米听到了一个悲伤的消息。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向神献礼拜的圣殿，还有守护圣殿的城墙、城门。有一天，尼西米听到了耶路撒冷的人们正在遭遇痛苦的消息。圣殿被火烧毁了，耶路撒冷城被焚烧，变得一片荒凉。过了很多年，以色列民族重新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做了很多年的俘虏，后来得到了释放，重新回到了耶路撒冷，但是回头一看，才发现城门已被焚烧，向神献礼拜的圣殿也没有了。但是他们还没能建造起保护圣殿、保护以色列民的城墙、城门。不知道敌人们什么时候攻打进来，他们胆战心惊地过着生活。尼西米听到了这个消息，他听说了自己的民族在耶路撒冷里没有了城墙，没有了城门，遭受痛苦的消息。尼西米听到这些，就悲伤哭泣。他好几天不吃不喝，心里悲痛，向神祷告。耶和华神啊，我们的民族
没有将神你赐给我们的福音看得贵重，都丢失了福音。而且我们以色列民还去拜了偶像，结果我们就这样成了俘虏。为了以色列的子孙，神呐，我要昼夜在你面前祷告，神呐，求你纪念我们这些神的子民，照着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去吧。神垂听了尼西米的祷告，神让尼西米成了当时的强国波斯国的臣下。尼西米不是一般的大臣，而是专门负责酒的王的酒政。因为尼西米负责王的吃喝，负责王的饮食，是个非常重要的大臣。突然有一天，嗯，尼西米啊，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尼西米在心里向神祷告后，回答了王。王啊，我的列祖们所生活的耶路撒冷城，城门被火焚烧，城里一片荒凉，连守护圣殿的城墙也全部被拆毁了。什么？你的祖国，你生活的那个地方，城墙全部被拆毁了。那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王呐，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求王差遣我往耶路撒冷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耶路撒冷城去，重新建造能够向耶华神献礼拜的圣殿，建造能够守护圣殿、保护我们民族的城墙、城门。王答应了尼西米的请求了吗？喂，王答应了。王不仅允许尼西米回耶路撒冷，还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他。为了建造圣殿，保护百姓的城池，一定需要很多很多东西，对吧？王让尼西米把需要的东西都带走，帮助了他。圣经中说，王允准尼西米，是因为神施恩的手在帮助他。就这样，尼西米安全抵达了耶路撒冷。尼西米开始建造能够守护圣殿、保护百姓们的城墙。城门，但是很多人起来妨碍，不让尼西米建造耶路撒冷城。可是神的计划无人能够阻挡。还有一些人呢，在钱上动手脚，起了贪心，在钱的事情上骗人，就这样那样不停地妨碍尼西米重建城墙。
但是最后呢，神用大能的手做工，耶路撒冷的城墙不仅重新建好了，还安上了城门。尼西米把分散在各地的以色列百姓都召聚到了耶路撒冷城里。从俘虏生活中归回的以色列民，读着耶和华神话语的时候，全部都哭了。以色列百姓们重新向神献上了他们丢失已久的血祭。就这样，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照着尼西米所祷告的那样，重新归向了耶和华神。实地神所愿的神的旨意祷告的尼西米，看起来绝对做不到的重建圣殿、重建耶路撒冷城的这惊人事情，通过尼西米这一个人兴起来了。持定了神的话语，解放了黑人奴隶的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就是这么一位常常向神祷告的总统。今天的话语告诉了我们，神为什么要将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差遣到这地。神最大的心愿，建造圣殿，为此祷告的尼西米，通过持定应许的一个人，神行起了惊人的事情。通过今天礼拜后的顶峰时间，还有每天祷告手册的礼拜时间，愿望我们的 remnant 们能够将这应许深深地刻印在心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梦想的实现这首赞美，并把我们准备的奉献献给神。
在这世界，把你护照神护照你有个理由，你当船桨成就一切唯一的主，基督福音的树墩子，你是救活这世界的人，要在福音里来发现你的梦想，每一天每一个地方，在祷告里高挂的时候，一心应许的神必定成就你怀抱的那个梦。喜乐砰砰顶峰时间，尼西米每天思想着被毁坏的圣殿，每天向神祷告了。结果，神赐给了尼西米重新建造圣殿的应允。我们也可以通过祷告成为守护教会的守望者。那么今天带着为教会祷告的心，我们一起来写一封信吧。要准备的物品有纸张、画画的工具、各种可以书写的笔、信封、邮票，还有各种可以装饰的材料。和爸爸妈妈们一起论谈，想想要为教会做怎样的祷告，然后用图画或者文字来表达一下你为教会的祷告吧。把祷告信放入信封里，在信封上写上大家家里的地址和教会的地址，再贴上邮票。然后大家就可以把信投进邮筒，或者去邮局直接寄出了。一边完成使命，一边用祷告成为守护教会的守望者吧。神愿望大家成为怎样的 remnant 呢？一起来朗读今天的经文吧。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事，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
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16-18节。阿们。接下来有请牧师为奉献祷告并祝祷结束今天的礼拜。阿爸父神啊，通过持定应许的尼西米这一个人，神恢复了圣殿，也叫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们借着应许重新归回。就像这样，通过谢利巴的一个 remnant， 通过持定应许的这一个 remnant， 求神也赐下叫一切都恢复过来的应允吧。让我们 remnant 们成为建造圣殿的主角吧。今天我们献上的这小小奉献，愿望成为在建造圣殿时被使用的贵重奉献，求父神来祝福。耶稣基督的恩典，父神极大的慈爱，以及圣灵的做工，您在持定应许的 remnant， 为此祷告的所有父母与老师之上，从今时直到永远，常与你们同在。阿们。Thank you.